害怕恐慌的就是没有吃的没有喝的嘛，然后给外界也没法联系，家人亲人也联系不上我们，肯定也很担心，我们也很着急。然后恐慌的还有害怕再有就是更严重，肯定很担心呀。而且我们是负一负二全部都是满了水，然后害怕这个安全自身的安全问题，人身安全问题。Thanks for watching. Please like and share this video. And don't forget to subscribe.